对，还有什么？大家随便说就好。啊，好好，这次呢，在爵士里面是饰演了苍白少年，也就是我之前说的最厉害的神，就是很厉害很厉害，就是秒杀所有人的。然后介绍一下这次和众多的明星全明星阵容的这样的一部绝技，然后合作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感受很深是吧？其实这一次我当时去拍的时候还不怎么懂，就是比较小孩子那样，就也很紧张也很怯场，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很帮着我，就像一个剧组的吉祥物，大家都帮着我一样，然后就也提升得很快去学习的时候，然后有不懂的问题马上就会更改。就像我小圆的，剧组都这么叫。没有没有，那是最近才新起的外号。郭导曾经表扬过你们，说您的那个演技很好，肢体动作很丰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部真人 CG 的电影嘛，然后好像拍的时候都没有实景，这种全靠自己，在拍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也像您说的，就是它是全 CG 电影，是没有实物的，所有的树啊或者是台阶什么都是木箱子，所以说这就很靠自己的想象力，然后每个演员身上穿的也都是那个动作捕捉服，所以也看不到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全凭想象力。少年演员，你在里面对手戏最多的演员是哪位呢？最多的可能对手戏宽哥吧。严宽吗？对。然后想问一下，就是郭敬明指导你的风格的话，他会就是很严厉，还是说他会那个很呵护你？因为他很宠你嘛，看起来。很和蔼啊，就是很有耐心的给我指导，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也说实话并不怎么好，就是一遍一遍他提出问题，然后我就把那个问题改掉，然后一遍一遍的拍得更好，拍得更好。喜欢的演员嘛，然后合作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他，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像范冰冰吗？对，冰冰姐，吴亦凡之类的。对，就是当时冰冰姐因为大牌嘛，我刚见到她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然后但是后来就发现，不管是就是剧组所有人都还是对我挺好的，对的。具体的事啊，就是没有买零食，就是指导演技什么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对大家都熟了，就狂吃零食啊什么的。就是我们看到之前就是微博上曝光了一张海报，是跟那个范冰冰是有吻戏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事？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在水里的。没有，那可能是谁？我不知道。其实会影响，肯定会有影响，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目标也没有说特别高，没有说要当学霸或者全年级第几，就觉得说我自己好好学，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嗯，啊，哦，对，就是他，过段时间吧，可能学校会有校庆，会邀请我去唱，嗯。就是我还期待值挺高的，就是说因为是说是国内第一个全 CG 电影嘛，就光是这一个头衔就让人很期待，然后还有很多的明星啊，厉害的哥哥姐姐们在里面，虽然我的角色是个大 boss， 但是我也并没有那么厉害，就是也希望大家都去电影院关注，然后我也很期待。王源，请问你，这个是你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你接下来还有没有在影视方面道路有没有发展的想法规划？现在的话，因为是在拍戏，是在拍我们的《少年时代》这部戏，就所以说先把这部戏拍完了，然后可能会学习，然后如果有好的作品的话，也会可能会接触。好，谢谢。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小凯生日会完了，下一个生日会就是我的，虽然还有一个多月，但是我也开始已经在选歌，但是我最近都是乱听，就是随机播放，都没有说听谁的歌。来，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王源，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生日宴会，然后今年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已经想好了？生日愿望倒是没有，不过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希望粉丝不要花那么多钱去做应援啊，怎么样，因为，对，就是其实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可以多用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多孝顺自己的父母啊，还有家里的人，然后如果有钱可以去做公益。谢谢。这个其实是我人物的一个设定，因为我其实如果我现在也不算剧透，因为看过原著的都知道，说我这个人物是一个小孩子的面容，但是是有一个最大的年龄，是最苍老的人，所以说就会有反差。那个地方大家看到的时候，应该会有很有反差，很有效果。其实觉得你平时看样子还是挺乖的，那个笑容跟你反差挺大的，有没有？对，特别练习。那个拍了很多条。就是一遍一遍的来，就是说要，当时导演的要求是要甜美，然后再由甜美转到邪恶，就是还挺难把握的。他还没给你做一些示范？有，就他比我邪恶。然后那个拍的时候是那个用的动作捕捉技术，其实是穿的黑的衣服嘛。对。然后那些点点在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化妆，用那个化妆笔点上去。而已，就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拍起来难不难？难啊，就是因为没有实物，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木箱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看不清楚脸上表情什么，都是就是精度很差，但是到后来制作就会很好，就是所以说得一遍一遍调整，然后一遍一遍的拍。那
会啊，但是就不是当时那个电视机屏幕上会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这里有棵树，它会有大概的一个树的模型，一个样子，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到那个有个视频说那个导演在那个拍摄间隙还学你的舞蹈，你觉得他跳怎么样？你没看过他那个视频？虽然我跳的也不怎么好，但他跳的还没我好。有没有给他做一些指导？没有没有，就是都是好玩嘛，就不当真。就是很和蔼，然后很好玩，就是他工作起来不严厉，但他会很认真很仔细。嗯，你最多的 NG 有多少条？就是那条笑容吧，得有十条左右。嗯，然后这次有很多演员一起互动，然后觉得哪个演员有没有跟他学，可以跟其他演员学习一些东西，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表演经验要稍微少一些。对，学习其实说实话没有学到特别多东西，但是就是他们很照顾，然后当场戏的话会可以给我指导一下。嗯，会不会怯场？开始的时候会。嗯，然后慢慢拍就没有怯场。做一些哪些指导？比如说我这里要怎么走位，他们觉得说因为我们是对手戏，所以说不可能我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所以大家都得考虑大家的感受，然后表情什么的。嗯，对，那个摸脸的戏，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那个戏是在演什么？要透露吗？我就不透露了，我就说一下吧。那一场就是和我笑是连接起来的，反差会很大，然后大家就期待吧，反正没几天了。嗯，你里面是有动作戏还是没有动作戏？我第一部没有，第二部有。哦，这部戏还有那个必须要请吗？这我就不透露了。对，又长痘痘。嗯，那平时怎么那个克服？就是忌口吧，但是有时候忌口还是会长。所以就是我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嗯，然后现在那个平时工作也很忙嘛，然后学业这方面平时是怎么去协调的？花多少比例去学习，或花多少时间去？其实现在因为我睡觉习惯不是很晚，就11点之前都会睡觉，所以到收工然后到睡觉之前都一直基本上都在学，然后学了就洗漱睡觉了。然后我看那个一个视频花絮里说那个经纪人说你拍戏的时候导演不要让你去晚上去看电影，因为你晚上还要去学习，是不是用很多这种零碎的时间在学习？对，因为之前拍《绝技一》的时候是我也快要初三，也要初三要中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就学习会比较忙一点，所以就尽量能抽任何的空就会学习。嗯，所以有点忙。然后那个一路走来有很多粉丝也特别支持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话想跟他们说的？就是谢谢吧，就全都是感谢。嗯，然后感谢粉丝做的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感谢他们这么喜欢我。嗯，然后这部算是你自己一个人单独出来是主演的一部电影，会不会去包场请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去看这个电影？其实我也没有主演太多了。就是好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在演。包场的话因为可能会去吧，因为但是我好像上映的时候在长沙，到时候我看有没有熟的人就一起去看。嗯，三个人演戏你们之前一起演过，然后这次单独演的话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其实还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感受，除了不能一起玩之外。嗯，不能一起玩。平时就是在一起大家最喜欢玩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那个特别小的那种小默契那种？大家一起唱歌啊，猜个拳那种。对，一起唱歌啊，然后玩游戏什么的。你们大概会玩什么游戏？三个人一起。其实也说正经玩游戏，没有说固定什么游戏，比如说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然后三个人就打起来了，一直打着玩的那样。嗯。那三个人的之间的关系，之前也有这种传闻说可能会，没关系。那个。有没有自己特别崇拜的演员自己特别想合作的演员或者导演？想合作的这个其实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不过最近我在看韩战，我觉得张家辉老师很溜，就演得很好，然后我觉得自己希望继续努力吧，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好，谢谢。嗯，帮我们录下 ID。 好，谢谢。你放在那里就好了。放在摄像机里就好。
上面，上面，上面。说到这儿哈。嗯，好。来吧。嗯。你要开始吗？娱乐有我，自成一派。大家好，我是王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娱乐派，请大家多多支持由我主演的电影《绝技》，我们影院见哦。嗯，你放下面吧，你放下面，你放侧面，侧面有点太高了。嗯，好。嗯嗯。娱乐有我，自成一派。大家好，我是王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娱乐派，请大家多多支持由我主演的电影《绝技》，我们影院见哦。先看一遍，说慢点。哎，不在中国上映啊？都上映。哦。啊。没，不用，开始吧。嗯嗯。三二一。大家好，我是王源，在电影《绝技》里饰演苍白少年。9月30日，《绝技》将在美国、加拿大。不好意思，现场收音，不好意思。来，再来。三二一。大家好，我是王源，在电影《绝技》里饰演苍白少年。就用我用这个就好了。我那个海绵，好吧。嗯。Okay. 大家好，我是王源，在电影《绝技》里饰演苍白少年。9月30日，《绝技》将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英国和爱尔兰上映，希望大家可以到影院支持这部电影。然后还有一个通用的这个，大家好，我是王源，请关注9月30日上映的《绝技》。大家好，我是王源，请关注9月30日上映的。大家好，我是王源，请关注9月30日上映的电影《绝技》。